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，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我说因为他们不如你我。后来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都是废物，信什么狗屁如来，不如我自己来。Grr!
货也被那老贼抓到了。这大包比以前邪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。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。一起上，先杀出去再说。暗中遇难，世尊说的，风声之火，不用大手去，发群众。要我说，花不开。
一别之身，任你知道，因为我需要报应不爽。我长定能成佛。黄牛地藏三千四众生，今为你准备，任你杀戮。受用了那些经文技法，什么灵山天命，
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袋儿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，还化作我模样，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，一心逞能报复。大肚皮，我早该猜到是你。恕罪恕罪。管你一次我信，管你两次猪都不信。我也不信，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。我本要亲自收他，不料两位施主先到，不能。你自是福大命大，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，这回或许没看错人。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，你那黄眉小儿失足淹死是小，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，再找寻起来就难了。你那九齿钉耙，且借我用用。